角色也不好打的一支。比较讨厌，比较讨厌柔一啊。你说啥？听不到你说话。比较讨厌柔一啊。哪支？第三个就二杀四吗？他们中路二杀四没呢？没有啊，他们有一个人玩的胜率很高，我去查。谁啊？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打哪路的，他们都在那边排位置，背那个风险一下。So， 他们一定没有查我们的。首选 turn 的，炸裂！我觉得他们不会玩特朗的，他们没有人在玩特朗的。有，我们拿特朗。看打野有，我刚要看一下他们对战记录，还有练。没有，我分的是三只多啊，他们也不肯自卑、欸。他们说位置一定要照出去排吗？对、哦，一定要照直接上路，直接亮卡米尔吗？没有，他们应该是打野，我觉得应该是打野。那个应该是打野位吧？来、啊，那个他可以错位啊，给他错位啊，反正我们红方他要怎么错？我们先拿什么？先拿特朗德，你先亮着，然后不要动，先特朗德，你记得锁就好了。不用锁了，不用锁啊，这个是自定。然后凯莎吗？你要凯莎吗？还是要先拿坦肯奇？因为我猜他会拿加里欧。我锁了、哦。对，然后坦肯奇还可以克制那个。我拿哪一个？坦肯奇不能先亮，坦肯奇不能先亮。我拿哪一个？先讲先讲，先亮凯莎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了，我盖你个门。我坦肯奇还好、哦，坦肯奇对面卡面选的，我们牛牛凯莎或法奥士选一个，因为我们快，当然凯莎，当然凯莎，这样选的话，当然。走了，你就讲，那就凯撒吧。好，我猜要拿加里欧，然后等一下他们四五边一定会边一个球。那、啊、如果先弄加里欧的话，坦肯奇就先打了。对，我怕他们加里欧跟坦肯奇一起拿。加里欧坦肯奇一起打，拿有可能边线会赢，让他们边线，他们边线会赢。这样他带坦克起飞，然后在家里又下一波，第二波你们就输了，边线那个很难。所以你们要那个，你们要就拼，你们打线最好是就直接虐，因为他们分数不够高，他们只能靠打团赢啊。你们打线机遇应该，我看一下排位，你们打线应该是可以虐他们的。你是说加他们坦克骑凯撒是不能虐线的？阿图奇是谁啊？知道坦克骑凯撒是不能虐的，我先跟你讲，图奇。怎么会不让我靠，他不是想输 ？Man， 等一下，暂停。这边选牛如何？我觉得牛可以啊。可以、啊。牛，我们可以 ban 坦肯。汉森牛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我们可以 ban 坦肯奇跟那个。汉森的牛。这会放瑞空，这会放瑞空吗？没有，我们可以 ban 坦肯奇跟圣。瑞空要按掉，你他们那个一进来控到就直接炸了、欸啊。只有一只牛，其他就牛可以先锁。牛先鎖。要按瑞空，瑞空要按掉，不能跑。还是教练 ，Ben Miller 自己扛。瑞空啊，瑞空胜跟坦肯奇，你们选一个，先选一个。你不会带公文一直掉我？你们觉得我觉得胜可以先崩掉啊，不然、那個、瑞空胜坦肯奇可以放。好，那就胜吧。胜跟瑞空啊，暗胜还好、欸。其实我觉得瑞空还好、欸、瑞空犯下路应该屌虐吧。啊，没有，他怕，我说你们因为你们打线一定会赢，现在重点是打线我们比较强。可是如果你放瑞空，等于会战，要是有一只要有一波打输就很麻烦。啊，他们那个康博一接进来就直接爆。啊，如果他们选坦肯奇，那其实我们消耗线应该是可以推的、啊。对啊，他们选坦肯奇没什么屁用的，因为他们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重点，他会有他有他们那个辅助有面对空。所以我们就把瑞空 ban 掉，瑞空按掉，按我有稍微查，所以我才会问你们瑞空和二杀是要选谁啊？还有那个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帮我意思吗？意思，当然听得懂啊。我想我一样从上面刷下去吗？嗯，先等一下，先选完再跟你讲，因为你有可能可以刷上去。张若先想选什么啦？让我候选吗？我跟你说，没有，妈猜中了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血鬼跟球女选一个，我记得血鬼打好打家里哦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 counter 那个球女没了，球女没了。血鬼可以血鬼，球女就你可以放单出来一次了。如何？现在就最后我一选给
你他妈你直接打可以可以可以，打我血鬼血鬼血鬼，重点是你打地血鬼哦，血鬼血鬼血鬼，你康你们脚加康特位，你不选血鬼，我就去台中买牙齿。血鬼是好打，家里有还蛮好打的，而且你可以跟他对农，打到后面你也是不要洗把脸啊！哇操嘞，你可以用讲话，你在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没有开这个分享画面，我们是看不到的。赶快掐死这个邪鬼好不好？摩甘娜预料到，他没有瑞空就会拿摩甘娜，他的第二只门脚。没差，那他们就全靠卡米尔一个人了。现在看到摩甘娜，想到咕嘟咕嘟什么的。回旋啊！咪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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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边线你要放，当边线可以贾克斯吗？贾克斯，他们选贾克斯，你要选谁？钢普很好吧？钢普，我觉得钢普，那你晚自己选。钢普可以打贾克斯，但是卡米尔，你前面会被 gank， 所以他可能会带家里哦。对、啊，你还没出关之前，他绝对带家里哦、啊。来着、啊，我是觉得给上路自己想，好像也没什么别的比较好的选择。纳尔也好打两次，没有纳尔，妈纳尔其实还好。纳尔会被 gank 吧？纳尔会被一定会被一定被塔爆。你先把 GB 亮起来。你先亮 GP， 先亮着。然后这手 GP 是最好的、啊。可以啊，我也觉得 GP 还不错啊，比较可以，至少你可以解挡一个控制啦，比较不容易被逮捕。不然我怕纳应该就直接高中。他们怎他们一定没有想，没有高中生，他们一定没有查我们的东西。妈的，这就是有先查没先查。我猜他应该知道我要选钢普。哎，哦，你关掉了、哦。啊 ，Ben Pick 完了，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想看啊。你要可白痴，我他妈怎么开的、啊？我看一下。下一步是抓战犯的时候，那谁出？我要带船了、啊，没差。那、啊、你们我录影啊，你们冷静一点打，你们冷静一点打，不要吵，不要吵起来。我录影啊，你等下可以再看就好了。我要带船的、啊，都觉得不要。你自己判断，你自己判断。他们有边线哦，我是觉得你不用带船可以吧？反正你应该是你们可以压着住范跟摩甘娜来录吧。我要带计划。我觉得你带不要带 TB 拼打线打赢吧，也可以。你想一个东西，你就 OK 拿一个比较顺就好了。我带计划，因为我觉得他家里欧一定是跳上了，因为他不可能跳下路。家里欧不可能飞下路啊，太脑残了吧？飞下路干嘛、啊？这把应该就是我要扛啊。这把就是渔网扛啊，渔网扛住之后就会赢啊。可以扛到25分钟前都不要出事情，妈的！教练躺下来吹一喇叭，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汉森，嗯，我可以有 UCI 的待遇了吗？你不行啊，你真的不行！你他妈昨天那个真的是超夸张！哎、欸，昨天汉森跟我排的牛逼耶、欸，各种你那个叫做送头，就不是就你知道不是他妈的不一样的。我的辅助是一只纳利鲁斯，然后赵信一到我脸上，然后我辅助不敲他。不是啊，我啊，他后面三个人，我帮你敲他，我们是不是两个骑士？你可以敲他一下，然后勾墙壁走啊！哇啊！如果我敲他，我勾墙壁，我没走，然后我们两个是不是也骑士？那你至少帮我踩个一嘛，你连一都没有踩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我要走啦！你他妈就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情况就是我走，我一定活得下来啊！可是我帮你，我们两个不一定活得下来。没有那个情况是你踩个一我就活了。没有，我看你那个就是死定了。没有，不可能，那个玩100次都不会死。没有，你要有 UDI 等级的领域，前提是你要是 UDI。那你至少意思按个一吧。在场哪一期？上我想一下，戴文，你前面推得赢吗？推不赢啊。不是啊，你推不赢的话，不是那你就推三开。中路如果推不赢，你就要三开，不然你就可以。如果中路推了，你可以下开，我可以让你打前面打三门，没有关系。哦，啊，中路推不赢，你就逆向开吧。因为我们下路是推的，你要往那个。他不倒在这，他不倒在这，他不倒在这，他不倒在这。他不倒在这。可是也很难诶、欸，老实讲很难、啊。红起吗？对你红开。好，可以。干，你从那边直接闪过杀他啦，气死我了！真的吗？好，那我闪现顶他哦。打不他？没有啊，那最好是杀得到哦。可以，来顶哦。不要了，杀不到吧？我就一定杀得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上面那个777，上面那个跟我道歉。没有、哦，靠背哦，他同闪了，不然他闪过去也会被我杀。说不定你同闪了、啊。
怎么说不定我昨天说啥呢？合理吧？先帮我扛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三个血也爆炸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不能帮你丢 Q 哦，我。可以可以可以。GGB 丢 Q 太耗魔。哎、欸，辅助计时键。计什么？我就点出来了，我凭感觉计的。极限了，极限了。好，五分钟好哦，六分钟好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，好算了，那个扣也没差。他直接蹲我吧，算了。他下开哦，他们下开哦。哦。啊，你有什么资格吃兵？哎、欸，这两个是来闹的。他不然人，他不然他们会说我们，他们分数，我们要靠打电影。对。来，江哥来上班哦。嗯。我要吃炮车。好。哎、欸，他想吃这只炮车的时候会出 W。我就我尽量骚扰他，不要让他吃了。大靠兄弟。我心情不好了。我不行了，我超痛。你先等我，你先等我，我去发下一根烟。好好好，我去看他到底有没有绿。OK OK OK， 慢慢打，慢慢打。等我，等我看一下哦。卡米尔感觉要杀我。卡米尔残血，卡米尔中路，中路，中路，卡米尔中路。卡米尔惨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控哎、欸，我们一直推让他在塔下。卡米尔应该回了，压力。卡米尔日克，嗯，日克，可以啊。我觉得我们一直推比较好，我们不要慢推，就一直送到塔下。我要回国。OK。我要买个太初级。先回了，我不皮啊！卡米尔消消很久了。我现在是慢推出去，通宵。我感觉可以控宵，通宵。好控，就控这里，就控这里。还在那边放牛。上路，上路，上路。好，看到。你们随时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中野可以随时下来塔杀，随时。等我下半靠还跟我说不确定，我等下掐死你！你可以疯狂的刷他下半，
我一定会先 cover 你。贾克斯回家。我有大绝啊！我他们全招有。他还没有金人，他金人还没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波可以了。没兵了。哎，这波红我们可以靠，这波红我们可以靠。我大绝了。要打这波红吗？我推这波线了。可以打，绝对可以打。等一下，我在推这波线。啊！我而已不在，我到了，我大绝。卡米有先。啊，我废油了。还可以打哦。哎、欸，贾克斯不知道去哪了，贾克斯不知道去哪了，哦，贾克斯回来了，拿红就好。什么都没看到。你是 AD 要吗？你拿。对。我要反敲卡米尔，结果一个打破，一个老二三公分。哎呀，没关系啊。啊，他们下路有些焦招吗？再来，什么都那个浴室那个这个给我按起来往下跑。下路有眼吗？有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要打给他看。等一下，直接走吗？可以。摩干，不要，挖顶吗？哦，没完，再来，不用退，我们要拿住。我看到没闪，没退。出大事了，兄弟们！不会，拉掉，这波来，磨不过，拉掉，太急了吧？别那么急啊，兄弟们！他们交闪了，这个交闪对吧？我看到没闪，别急啊！有点赚哦，我没死哎、欸！哇，两个残血，你去补上塔，可以，应该我们下路可以推，但应该不会推这波吧？要推这波就杀他吧，可以、欸，他推这波能杀他吧？贾克斯没闪，对啊，他推这边就要杀他，1300，家里又没闪，家里又没闪没大，在这里啊，没必要啊，吃冰就好了。啊，没出到。下路再来一波，塔就会掉了。打、啊，也不用来也会掉，不用来。其实不用帮我啊，40秒，40秒大局。可以。刚刚我那个，我刚那个，我从红区刷下去。江哥在上班。有杀到没杀到？是有眼的。江哥在上班。我30秒大局哦，等江哥吃下去再逼塔吧，你下路小心点，卡米尔应该已经快到了。AD 没有补装哦，他还没补装呢，还在多按键。嗯。20秒传送。看我怎么六等。我刚快没墨了。要小心家里哦，配卡米尔。你们要进就从这里开始进，不要走。上路有船吗？对面上路有船吗？上路有船，他跟我同时。他船下来没什么用，他这个时间点船下来没什么用。卡米尔在下哦，他们很凶。我靠了。我六了，这波可以。我们这波有炮车，哎、欸。下路准备要打哦。结果要靠。我大绝了。结果要靠。我在看你们。先拿塔，哎、欸，他没在靠。我大了。打！继续打，我扛住啊、哦！我拉着。打！我没招了。笑死，这卡面傻小。我拿龙，拿龙转上。拿龙哦。OK。AD 没闪啊，记一下时间。我要帮你们，我可以直接回吧。我觉得你要跟我们一起吃比较快。对吧？他是两个。你帮我们早点吃完，我们三个才可以挤到上路。对吧？反正我你要回打野，如果没有回的话，可以多吃一摊，然后上来。反正我就规着嘛。我说，如果你没有回家的话，你就多吃一摊，然后直接走上来。可以。或者是你回家也可以，没差。看，
大陆，哦，他在傻笑。我觉得他在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准备去下路了。好。我闪耀剑刚刚好，所以。来，我等下把你红眼下到这里。好。节奏不错哦。我先陪你推线。你可以刷，你可以刷一次团哦。你可以再刷一下。我先陪你推线，我再去放眼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去，可以去放。啊，你不要往前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有传送哦，但是我不会，我不会想传的。哦，我先拆这根眼哦，江果跟我一下。等下，等下，上路有人要被抓了。哎，烦哦。还没有队友、欸哦。我断了、哦。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我先拆眼。我在和我在外面的时候，你不要那么压哦。对啊，我就刚想讲。他怎么来？他是踩这个来了。他踩江果。对他踩那个来。旁边也下去了。Sorry， 这里这里这里，还没有在河道。哎、欸，贾哥是有船哦！哎、欸，你们注意哦，贾哥是有船哦。我刚刚没闪，我刚刚没闪。哎、欸，贾哥是有船哦，贾哥是有船哦，我是没闪的哦。你多久大招？40秒大绝。最好是等我一下。你这里清完可以来吃这个，我们现在可以打。我们现在打这个预示者，他们没资格守。中路回了。我们等中路，等中路，等中路。可以。你先扫附近看有没有眼吧。好，把这边眼拆掉，我 cover 你。哎、欸，我去 cover 他哦。嗯。可以开了。哎、欸，突然跟我们来吃了。家里会不会飞下来塔杀我吗？有机会。有机会。我们拿晕了，他上半，他上半。不会，不会啊。我们等下可以控这个蓝。妈的，靠腰嘞。谁？我。那个卡面没闪，直接拆上吗？对，我们俩直接挤上，硬挤。好，反正我知道他们就是、我可以去下吗？你可以去下吗？没，我觉得你不用哎、欸，我觉得不行、欸。你要再冲，我打补这个塔。打起来说你要往上，有点慢。没有，不用补。三个上，不过假设是有机会传哦。假设是现在状态不好啊，不会，他不会传，我有大局，他传等输。控这个蓝吧，这蓝要紧。来，我们突然就往我们这边靠。好，我直接吃掉了。我要回啊！这个，我要回啊！假哥有 T 哦，假哥是不见，假哥是不见，拉先，拉掉，我先拿掉红。我有大局。哎、欸，你这波推往往上走，你这波推往上走，中路线给我跟 AD。我要上路。我回上哦。有话吧？哎、啊，你不要，你推上，你不要，啊、不要去压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回下，我先往中靠，我先往中靠。可以。来，你上推完就是直接消失在河道，不要去压他。好。他们边线很强，不要给机会。贾克这装备跟我差不多而已啦，也没啥。你推完就是靠中。刚你什么时候打的？大概是啊，还是都不会？没有啊，他就前面屌虐啊，只是前面被他关照了、啊。要等三件装还是两件？还没有在我这。有没有盯着卡面啊？可以有。旁边有在中哦，朗德现在就靠近那个我们跟上路之间的区域就好了。结果应该不好。来压中，来压中，来压中！我在靠，我在靠，我在靠。这波炮车可以拿掉。哎、欸，看一下血鬼，看一下血鬼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吗？可以。Nice， 我回上，我回下，我要回下，我要回下，我要回下，说说，我要回下。
我会 cover 你，还在打，你可以去追。No， 推中 ，you bitch， you bitch， 没事。推中。他直接打杀我了，伤他小啊！哈哈，挡不住哎、欸，没办法。这波突然拿龙，来了，邪鬼去对贾克斯吧。贾克斯现在没事。让邪鬼去对，邪鬼现在可以屌虐贾克斯。啊，你们让邪鬼去对贾克斯，我没办法。包上去吗？他应该、他没闪，他没闪，拿龙，他在这里。拿龙。好苦啊、哦！这打线，你选菲欧拉什么的也是长这样子哦。我选菲欧拉，我会被踹得更惨。对啊，感觉你也没什么角色可以选。就没有对面要这样玩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没出啊，没办法。而贾克斯本来中期就是屌那局。哎、欸，你他妈这个时间点要把这卖掉，买红叶。忘记了。我们也，我这个热鸟给我吃，没事啊，反正你们加油点，我就是卡。还缺钱，我中路吃一波，我在中路吃一波，我要 re 哦，我中路吃一波，我要 re 哦。觉得 re 的有点太慢了、欸。我们要玩大庄啊，感觉有点拖节奏。现在没东西干，现在没东西拿附近的。我差一百块三箱啊。我视野放那个哦，放那个甘普那边哦。邪鬼打得赢吗？可以，我两边也不用赢吧，就不要我不会死就好。可以哦，他扛不住邪鬼一套。感觉他也扛不住结果。Jungle 要靠我们这里 ，Jungle 靠我们这里。要抓吗？你下一个人，靠他 ，AD 靠他 ，AD 靠他。可以，他这个位置可以。我在。我也在。我传了。Nice。我下路给我带吧，哦，让我知道。我回波。他们教什么招啊？我们记一下。是没看到、啊，都没交闪，这样。因为贾克斯没闪。哎、欸，留炮车给我。OK。这蓝可以进哦，这蓝可以进、啊。你先陪我放眼，你先陪我放眼。哎、欸，我推进去了。我在放眼哦，你。我要被抓。哎呦啊！这眼给你，这眼给你。家里有啊。这波要蹲吗？还是贾克斯应该会蹲？要蹲。贾克斯应该会守下。我拿个红哦，我们 AD 不在 ，AD 不在。我在走，靠你。我拿红啊，我先拿红。AD 不在，我们站着就好。可以。他不敢进来了。我红也放八龙里面。那边应该不会有。下路。这里。可以，逼他招，可以逼他招。nice 哦！哎，贾克斯喘了，拉出来！九秒大！这边可以打吗？会！我没大！放！哇，干什么？要拉！到底！推中，那个甘普去推中，我刚没大。哦，有机会守吗？都很残，没有机会，都半血。我没有大局。哦，哎，这是可以，他没有物防。你怎么上？没了。啊。灯大还没装好。那不该打。没事。那我们看到换在下面。我的错。换没闪了。我这波会有闪。没有啊，刚才我们两个，你们是三打五。有点像那波给你吗？啊好。来我这好不好？来我这，可以靠我吗？我要蹲的。我觉得你不要步进去的眼啊，我们现在要守。
没有，我想蹲人哦。不用蹲啊，不用蹲啊，我现在不好。现在讲个事情，你会带线呢、啊？那个一那个 AD 没闪。我扛不住了，我扛不住了，他出毒货。你有傻眼吗？哎、欸，还有红，可以打吗？阿斯梅奇加阿斯梅奇。啊！我们推中，推中，推中。要回上，要回上，去帮他，要回上，要回上。哎、欸，让 AD 去吧，让 AD 去吧。你们让你来推中，你让 AD 去他后面站着。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傻小，魔鬼是不是？这样还蛮赚，这样还蛮赚。浪哥，我们可以开中，我可以开中，我可以闪敲他，我可以闪敲他。来。还没死。来，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来来来，中路 TP 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是那个是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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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。哎，这边，摩格拉。Nice 啊！好，你们推中。OK。你两种不直接飞过来，你没大好。一开始了。我说我把对啊，我闪现敲那个饭的时候，秒不掉啊！我飞过去可以吧？秒不掉。中塔跟龙吧，中塔跟龙吧，还是直接吃龙？中塔可以。中塔跟龙都可以拿，都可以拿。我先靠龙，现在对面就是只有一个贾克斯在飞啊，各位。放一块起来啊，放一块起来。没有，他还久。赶快试一试。上路线要整。我去上。结尾中，结尾中。好，你要买吗？哎、欸，你以后不要这样买哦，你要买，你第一件要买这个，以后啦，这场就算了。那贾克斯要出什么？那个吧，鬼锁吧，鬼锁。反正他超软啊！我直接带。我们要先处理贾克斯那条路、哦。我有六十的就开去那边吧。他说他只要上路小心哦。特朗德有大的时候去，一定杀死哦。三中三个中，三个中。哎、欸，他是可以塔杀我的哦，你们要知道、哦。先去抓贾克斯，而且家里会飞哦，家里会飞，所以在全消，所以我不敢跟上去跟他换。贾克斯，哎、欸，那个家里会上，我觉得家里很远，家里很远。我觉得不用，我们不用太理那个贾克斯、欸。我觉得你要去带家里哦、欸，你要让铁轨带才对，带贾克斯。我知道，你去上，我要吃红。没有啊，林贾克斯。哎、欸，这个给我，这个，我要金的，我要小金的。OK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硬开团也还可以啊，硬开团让贾克斯慢到也是。看我这里吗？现在有船吗？贾克斯有，贾克斯应该是有船。我们少人哦，这边至少三个人。你带上，我们推上。好，四个带中，下路只有一个。你那个二塔可以放，欸、如果你会他杀，他杀你的话就二塔就放，先放一下再。哎呀，打起来了！那、哦、我精冷。哦，nice， 行，我靠上，我成功了，各位。帅的，帅的。你要再买个精冷吗？我有 TP 啊，各位。AD 小心哦，这里。好，我知道。你们早点开吧，他有35秒。开吧，你不要一个在中哦，你要靠我们哦。卡米尔开你挡不掉了。卡米尔在你们那。他过去你那了。我知道，我在看。我在靠。你跟着我们啊！我来中了，我要来上了。
我要先把人引到中才能去，才能来上才有意义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不用你引诶、欸。对啊，你引风险太大了。哎、欸，贾克斯会传送哦，你们要知道哦，八秒、哦。先拿这个吧。算了啦，不行了。顶多這樣。他的好要吃。我缺点，我缺点钱，我缺点钱。河蟹，河蟹。啊，你吃啊，你吃啊，你要吃哪里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绿啊。有三项，有三项。我等一起走吧。那个八龙一分哦，就就赶快出个那个吧，出个小金人吧。感觉你这样出超难。我还有绝绝，多么绝绝啊！哦，可以可以。我要去打僵尸啊！啊，你去打。你现在不要啊！你现在不要吧。然后我你们谁去打？你们谁去打都可以啊！我跟你们去。哦、我半放我半哦好、啊，可是我没有 CC 可以让你飞啊。要唱的唱的唱的唱，我跟你杀。可以抓，可以抓。他还在啊！哦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穿，他要想办法抓你哦，默默。断了，断。他死了。OK。他们下大招。哎、欸，你们推下吧，你们推下。哎、欸，他们靠八龙啊！他们靠八龙啊！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吃，我们可以吃，我们可以吃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吃吧？哎、欸，不要推下了吧。已经可以靠中哦，已经加下去了，已经加下去了。啊，那赶快回来吧。我们四个可以吃啊，我们四个可以吃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接中塔啊，中塔可以直接卡掉了，卡掉了，卡。啊，卡中。可以点很多，可以点很多，可以直接点掉。你要贾克斯，没贾克斯。快、啊、都做八龙视野吧。做八龙四人，做八龙四人。我还要红、欸。其实我有个直接开、欸。上路。直接开吗？啊、但贾克斯有船，贾克斯有船，要不要蹲？要不要蹲？他有船，我们就拉。他有船，我们就拉，把 TP 骗出来。视野不太够、哦。谁去？我去好了。蹲着吧，蹲着吧。我去吧。好。先不要去，先不要去，让他们。没有，我大卷，我大卷，没事，等我，我很快。那先，这先，邪鬼跟我吃。这他们一定会来哦，塔一定会掉。卡到！我下大了，Nice， nice， 这波会赢，这波会赢。贾克斯传了，拉出来，拉出来就好，拉出来就好。我去保，哎，剩他，两秒。我小晕吗？剩他一个，太痛了。哇，他跟鬼一样哎。我们两个狙，快！中路，20秒，可以啦，就狙了。好像可以哦，傻爆15秒。我来走。好像可以狙哦。他有点跟我一样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。真的，我感觉不能玩后期，他会 carry 哎、欸。两秒。没事，我推，卡四秒，四秒。不管卡密尔。硬踩吗？欸哎、nice, ，他没人理我。Nice， 哦、oh, ，可以。哦，他车长这边贾克斯的，我是觉得可以扛了，只是他那卡没有这样没有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太助你啊，没办法。我已经尝试换了，就还是没办法。那怎么感觉这个他们都不要选个饭，他们还有机会。我输出也不低耶、欸。我他直接敲26000。那个饭3310的，又很牛。你们打完了吗？我截图了。